政府会在创新及科技发展上展示更大的决心和信心，充分发挥促成者和推广者的角色，协助业界打破发展的局限，追上日新月异的国际创科潮流，同时为创科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提供空间。在硬体方面，我们会尽快推进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项目，以及尽快完成香港科技园的扩建工作。在软件方面，我们会透过教育为创科的行业培育人才，亦都会有策略地以不同的方式吸引国际知名机构落户在香港，为香港培训创科的人才，并且让本地的初创人士学习业内的最佳做法，成功创业。在税务方面呢，我们正是筹备落实为鼓励企业投资研究和开发而引入的额外税务扣减，所以不会走数的。我答应了的事会做，所以包括两级制的利得税不用等今年施政报告，现在正在筹备落实工作。